千万不能让他看到。第十一期，今天用面粉、口红、牙签、棉签画一个偷懒妆。首先，棉签蘸口红涂在手背上，面粉和水一起搅拌，牙签蘸面粉涂在手背上，画牙齿咬的形状，等它晾干。棉签蘸口红上色，最后点涂写类似于番茄酱之类的红色。不要问我是谁咬伤的，偷懒成功记得扣我。